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我是杨子。我们今天为您讲解的比赛是2021 CCTV 杯16强的比赛。我们今天请到的讲棋嘉宾是曹大元老师。曹老师好。哎，你好，亲朋友，大家好。曹老师今年的赛制有一定的调整，好像比赛变慢了，是不是？变化特别多了。因为我们之前在我们就是职业棋圈里边，只要一说CCTV 杯的用时规则，那大家都很清楚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用时的规则。对，是每方14次30秒的读秒。对，还有10次延时一次的读机秒，会是应该就 CCTV 上来就30秒读秒，上来就三十秒然读后秒。你有10次可以延长到1分读秒的机会，就那是。这样的赛制在围棋比赛当中算是最快的一种比赛的赛制吗？其实好像还有阿含铜也山杯。不完全说最快的，因为还有比如说每方10分钟的规定用时，然后30秒一步，一步读这个秒也有，算比较快的吧。CCTV 这样的用时规则，但是今年的话，这个 CCTV 杯这个用时规则就发有生所变调化，因为整，这也是被迫，因为那个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棋手还是就是说在全国各地训练生活，那么有很多外界棋手呢也不方便大家集中起来下，所以这个比赛呢就是在网上进行。今年比赛的用时的调整跟今年的疫情有关系有吗？关系，并且因为就是完全就因为在网上呢，现在的，就是 CCTV 被用时规则的这样一个读秒的方法还没有开发出是这样，就是在网上软件上没有办法对，执就是，行那样的规则。现目前是就是这样，曹老师解开了我的疑虑，我本来所还以在想是不是因为质量会更高一些，所以延长时间了。所以现在的这个规则是用时规则，实际上。可以简称为是农心杯规则，是跟农心杯规则是一对样农的，心杯那三国围棋擂台赛的规则，就就是是每方基本时间是一个小一个小时，时，然后是1分钟的一步读棋的秒，读秒，其实这样的赛制也算是快棋吧，曹老师，对，相对是比较快棋，对，哎，这个是在中国棋院的赛场，在2楼对，这位是范廷范钰，廷钰，是对。我们一会儿要讲解的第一盘棋，是的，今天范廷钰是对杨鼎新，是，这就是曹杨老景师杨新。鼎新，这现在棋手们已经非常适应，应该适应网上的比赛的这种模式了。对，是比较适应嘛，这是唐虽雨然昕。大家都在北京，在同一个赛场，但也要用电脑来比赛。对，现在很多世界比赛都是用电脑的。就算就是不久以前吧，就是那个朴廷桓对申真谞的，山新杯的冠亚军的决赛，他们就是隔着其实1、2米，可能也就这样，对，就面对面，用一台用那个电电脑，脑在下，这样的线上的比赛的形式跟面对面在棋盘上下，感觉上是不是差不多呢？还是有区别吧。还是有一我定想的对区每一位别，棋手来都会，都受一定的影响。当然也有一些棋手会觉得就是这个，他会就是说容易发挥一点，就是有个比较的嘛。比如说我和你都在网上下，我网上，就是对局比较熟练，那么相比较而言，我跟你在网上比赛我就便宜了。只能是这样，就更适应但网是上的这种节奏。并不是说我在网上比赛的发挥，我自己就我本人的有一个绝对的标杆的话，我并不会说比在面对面下会发挥好，了解。只是可能我差一点，你差的更多，这样我就会好一些，就是这样，对，还有就是，如果不是面对面的话，看不到对方的表对，这情，个也有啊，也有关系。有些人这个也是挺厉害的，对，当然我说的这个厉害对棋手来说这是双向的，
有些人呢，自己下棋的时候，有各种的，微表情、微对，动作。这个微动作呢，有些呢，就是一定程度上是会干扰到对方的，是，看是只是什么样程度了。是，还有一种呢，你可能对方也能接受到你的这个信息，这个是，信息呢不一定是就是说是正面的，是，对吧？有一些就比如说真的就是会有人，就是说那个。通过这个表情对，会能发现，揣测对到，你现在的形势判断到底怎么样？你自己对自我的判断到底对。怎么样？尤其是经常在一块训练，经常训在练一一块块比训练赛比老赛对啊，手，互相比较熟悉，就你弄一下头发，可能都啊，传头递了发，信号。你说头发不就对了？我柯们洁，柯洁就是揪头发，很典型的揪头发。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柯洁就是前不久我刚讲过他一盘棋。是那个龙心龙战心的时杯候，他这个揪头发揪得厉害，左右开弓，左手跟右手揪，然后是基本上能够揪出一个很乱的一个发型出来。但是我要问你的问题是，他这个揪头发的时候，他的形势是好还是不好？我觉得是应该比较焦灼的状态焦灼啊，就是还是有点困难。难解难分的难时解，候假如说是形势明朗化，他不会这么揪，是吧？我感觉是我没有判断过，对这个，不知道理解对不对，李曹老。我也不敢很肯定。不过他如果说他的一些，经常跟他成为对手的一些棋手，我想应该还是会应该会知道，就是是说他这个时候，他自己觉得形势好还是不好，是，所以这个跟。就是跟面对面下棋，跟网上下棋，就是有很大的区别，就在这个地方，啊，好，曹老，那我们看进入好，棋局啊，这盘是杨领先，是黑棋，对，范廷钰白棋，白棋二连星，对，然后黑棋是直接点三三啊，白棋是挡了这边，那黑棋是拍一个，白棋就长，长，这个长就是绝不抢先手的下法。最近比较还有一个比较流行下法是飞在这，飞在这呢，目前看到的都是顶了扳，顶了半。顶了扳这样的棋形呢，是好像啊，就是白棋就是脱先啊，不如这样脱先好。就对，如果要脱先的话，就对，长一个是脱长先一个脱啊，先，这样以对。后续的变化会更多的选择是，不啊。过我又有些疑问，就是你如果长要抢先手的话，我为什么不再爬一个黑棋？那白棋如果搬，黑棋再搬，一样了。对，他莫非是害怕他继续长？或者是不是白棋还有这个？我看还有飞的现在下飞是法吧？也有可飞能的，也也有有。长的。可能也有，就是说现在好像对于这个长的话，黑的都是用飞的多，或者就是这个跳，是，跟着爬的比较少。就这个跳需要注意的是争子，跟争子有一定的关有一系定的关系，就是白跟棋对，这个或冲断之后把这个子争掉，对，所以不过可能关系也不算特别大。你真的就是争掉的话，就算我再走一个，让你再提掉，黑棋的速度也是挺快的。是。不过这里就是说，总是欠着一手棋啊，这个还是用飞的多，飞这个，然然后后白他再点三黑的也三是点三三，哎，现在曹老师现在的布局的这个套路啊，跟之前的理解，包括我自己不现一在样，的理解，真是不一样。这边挡完长一排呢，然后这也不开拆，对，又去点三又点三。角，其实按这个棋形出现在棋盘上的时候啊。按原来的围棋理论的话，这个肯定是白棋吃亏了，因为方向同有问不，题，哎，方向有问题啊，黑棋同行啊，是，中心点是被黑棋占据了，对，绝佳的好点，对这呀，个为什么选不是择，黑棋好呢？是，因为这是一个双方都是，就是非常想下的一个点嘛，现在谁先动手，谁会先有利嘛。是，是。哎，但是现在竟然真的还不一定，或者说，是，白棋还不坏。
就白棋刚开局就把黑棋都打散掉了，是对，是有这样的意图吗？不，就是说，比如说你拆掉这样啊、嗯，举个例子说，白的可能就心安理得的，我就往这拆一个。嗯，你不走的话，我有打路；你如果跳的话，他可能就别的地方就先行了。嗯，你这个地方是比我这地方效率好一点，但是白棋是争得了先手。嗯，他是别的地方可以是。可以以收获回来一点利益，然后呢，这一代的以后的收官呢，他就可以来骚扰你。如果骚扰成功的话，我们看一下，实际上你的空也不见得比他多到什么地方去。嗯，这个在一粒一般接，这里下面二线六目、十目、十五目左右，这个也有十目了。嗯。黑棋还要大贴目，这个是很有关系的，跟黑棋的大贴目。嗯，所以现在的话，这个是刚才是我对这个棋形的，现在结合 AI 的那个、理解，那个对他的思路，嗯，我这个揣摩一下，就是这意思，就是说，所以呢，现在呢，黑棋呢。对于这个拆不满意，实际上他还要再过去。嗯，啊，这个规模呢可能就够了。对，同时对这三颗子压力会大一点。对对对。啊、嗯哦，白棋低挂。嗯黑棋小尖一个。嗯。然后这边是小飞手脚。对。其实这步棋和接下来下一步棋。嗯。跟以前的围棋的理念，我觉得还是有不同点的。嗯，就这个地方，以前的话，通常的理解，白的应该在这方向收脚，因为觉得这个地方有一个路飞了。对，这里是硬头。对，嗯，这边架着就会变低。嗯，是这样。嗯，但是呢，现在呢，这手棋呢，可能更为积极。下面是应该一个很好的一个开拆的一个点，嗯，无论是黑的线下的这个还是下的这个，但是呢，白棋这里呢，是可能会下这一类的棋，是，因为有这个的配合，你如果冲断战斗，他就可以给你占一下，嗯，那黑棋如果不能冲断的话，这个白棋整体的子效还可以啊，对，他的判断还可以，就是这个子效可以不可以？用冷脑来判断的话，且琢磨呢。哦，但是现在机器判断特别快。嗯，所以这个棋呢，在电脑的眼里，就是白棋走这个，黑棋需要在左上角再加强一下，尖起来。对，是以防被白棋飞过来。嗯，这个是就是说，几乎在机器的眼里，这是必然的应对。那么在我们就是说比较娴熟的。现在掌握人工智能下法的，尤其是布局阶段的下法的职业高手来说，这个也是，就是说很平常的下法，是已经轻车熟路了。对对对。然后接下来白棋就抢到了这个，双方都很想抢的一个拆边。对。这三颗子暂时也不怕被攻击，这加了一个又尖了一个，对，肯定要脱先，要被攻击，但是呢，因为。现在的话，白棋这个形态比较好，左下这一带的形态比较好，所以上边可以忍受一下被你的攻击。嗯，这个棋形，曹老师他是不是之后啊，就比较有弹性，就是有各种啊利用靠啊什么的出头的手段啊，对，所以暂时也不太害怕别人攻击。嗯，对。然后实战白棋走到这儿，黑棋是拆的这步棋啊，拆二，挺实惠的。嗯，然后白棋是点，点这个挡住，盖住。嗯，看起来白的也不会太苦。是，然后拐一个。嗯，这个单粘。嗯，单粘。这个小尖。啊，防这个冲断是这个，也可以不小尖，好像啊，因为这地方，你即便冲下来的话，以后其实我还有棋，对吧？我要再小尖，我还能再小尖，
就在你冲的时候，我可以在这一带先不走。我现在外边已经有一手棋了。这一带定型大不大？可能也、哦、也挺大。曹老师，我先更正一下，拆边的时候黑棋先飞了一个啊，这飞下的交换的交换，对，做完交换交换以后，黑的再拆、啊、再走的这步、啊，对，就是这个是在这个之前，我们把它拿下来，对，重新摆一下，嗯，对，先飞了一下，然后再拆的二，对，黑的飞压、嗯，白的跳出来，嗯，然后黑的再拆，嗯，是这个地方呢，嗯、它。他假如挖的话呢，大概黑的就打了虎一个。他现在不挖单接呢，黑的有脱先的心情。嗯，因为你再走一手的话，等一下空闲下来的时候，我还是可以接这个。嗯，并且不用马上接。是。嗯，所以这个棋，他实战还是接。嗯，实战是接。嗯。白棋继续脱先这块棋，对，继续脱先，然后立了一个，力很大，特别大，嗯嗯，感觉上是白棋布局行棋速度很快，嗯，是的，非常快，连续脱先，黑棋是跳，嗯嗯，白棋是靠这个，嗯，然后黑棋是搬，对，白棋连搬，连搬，嗯，对。这样黑棋是打这个，嗯，这变化，还是有一些的。这个地方并不是说那么就是绝对的。嗯、这棋呢，第一呢，这个的时候也有先挤再搬的，是吧？嗯，先挤再搬，再搬也有这样的下法。嗯、不过单搬应该问题也不大。嗯。当你叫吃的时候呢，实战我们看见范廷玉是接上这手棋，风险非常大，嗯，非常非常大，嗯。实战接被黑棋长出来了，这个、变化就复杂了。这个通常来说应该还是往外边打吧，然后打这个，那这黑棋也只能提，提了我再打上来，再打上来，对。这黑棋劫财应该是大概要不太有利，对，这个不能要粘上啊、嗯、粘上，对，那白棋接下来是黑虎吗？一个哦，嗯，局部活棋是没有问题，眼位已经出来了，一个眼，但是也不是太怕、嗯、不是太怕攻，嗯，这个棋这个、风险很大，实在他接上了，是，这个风险特别大。嗯，对，实战是单接黑棋就往外长，嗯，然后白棋靠在这儿，靠黑棋扳住，这正常的手段，这白棋已经很难出头了。对，我们看到下一步白棋走了一个挖。对，这步棋看着像妙手。对，像是妙手。因为首先我们来解释一下它为什么是这么挖。嗯。第一，它不能在这里打吃，这打吃的话我就接上。接上。然后这地方有个出头，这地方有个断。嗯。对，这因为这个打先手。对，所以你只能在这里叫吃。嗯，这里叫吃出现一个什么变化呢？下一步白棋在这里长，这里长，通常情况下，嗯，对，下边是先手，因为打吃跑打吃接上搬下来断挡一个先手，真叫。等一下，我们在棋盘上把这图再摆一下，然后这边呢？嗯，白棋一长，黑的就不好搬了。比如说你这里硬一个，我就一长。嗯，这地方要被断，你要接上的话，我再把这接住，这个黑棋就坏了。所以呢，这个长呢，这长是很厉害的。不过呢，它也不能先长。比如说你靠一下再长的话，那是不行的。它可以这样贴。嗯，你是再挖的话，它在外边叫吃。哦，你接上的话，它接在这里。这个断不进去哦，这个就是这两个交换就成为白棋的大二手，是，所以黑的没办法，就是
当你打了这个靠一下哇，就是黑的只能打在这里。白棋当然是预定了长，但是这个结果，后续的结果对白棋来说未见得有利。因为这边损失太大了，这边拔了一个，损失太大了。所以这边呢，这边它是有这么一个变化图，可以在某个时机段上手上先靠一下，然后再使出这样的手段，然后再一长，这个时候也是没办法的，黑的也只能提，这个时候他再把这一吃，这个是比较厉害的，就是这个地方基本上是不能长了。或者说，目前情况下是不可能藏，一打吃就黑坏，棋，这个不能这一张沾杯一张掉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这样下的话，因为这个损了一下，黑棋就打出在这里。可能这个图黑的也是可以下的，好像还只有长是吧？对，我再提感觉被黑棋打上去了，提要打上去，我再爬一个，你这白再退。对，我如果注重目数的话，我再爬过。你这个扳损两目是这个变化，可能黑的也还可以，黑也还可以，实力对很丰厚，对，所以什么地方就是次序上有一些变化的话，后面的结果就会下法上就会不同，那么。实战呢，哇，打吃，白棋是单长，那么黑的是提在这里，是，那这个时候再靠就靠不着了，靠不着就了，靠不到了啊，靠，这个它就在这里就粘上，这坏了，是，那白棋粘上黑棋这边出头吗？还是挡回去？好像哪个下法都可都以可是。以，稳妥一点就出头呗。出头，是，这次序就走不到了。它可以贴这个呗。贴这个，你也要接吗？搬接我这个扳或者长，这个肯定黑的好了。试试，现在走不着，现在属于白的是，直接打吃了，是吧？对，打吃黑棋跑，然后白棋是打这个，再打吃，打这个，然后黑棋就没有粘。反打，粘其实也是一种下法，单粘上，对，粘的时候就是说你白棋走这个的时候，我就把你吃掉，不能断，肯定不能断，就有亏把你吃掉。这个白棋的棋形也很难下，就好像现在也只能只有搬，搬只有这搬，搬在这儿啊，搬在这儿。搬的话，将来这里边。暂时有没问气，题吗？暂时没有特别大的气，然后黑棋就把这个搬过来，对，假如这两颗子死掉了，形成转对，换，是，这也是要转换，实战它是打在这里。这黑的也蛮有利的，只有这是，个然后再打要上去，打上去，哇，非常紧凑，来打上去，打上去，打的时候白棋搬，搬，对，搬在这儿，然后黑棋是退，这个劫双方。都不走，他是如果提的话，他应该是会下这个，就反打他啊，黑棋提再掉，提，提掉是先手，所以黑的这下法也挺好。要我的话，我就会选择这个下法，很舒服。特别的厚，对对对，可能一般就有棋嘛，你肯定是是，出问题的。至少有一个打劫是对没问他要题补的，的，他还是要补的。这外边太厚了，杨鼎新是下的那么强啊，他把这个退出来，对，把这个退回来，哇，这还是要强调白棋，这整块棋都没有活干净，下得更狠。
退，然后白棋是粘上，把这个劫粘上。局部白棋也没有劫财，白了，对，没有劫财，不好办。没法打劫。然后黑棋把这个再粘上。白棋是粘这个，但这个黑的度过，黑棋度过，这个差不多是必然的。这个好像黑的便宜，黑棋这白局部的变化。粘，搬黑棋团，这边起掉，棋掉，粘上，立。两立，这个叫三掩两坐。这个角里是一个半掩，这里也有半个掩。这样的话，将来这尾巴是处于半吊着的状态，所以就将来对，手但套，是，有很多种场合的话，你也不掉，因为我只要有个接弦手，就多连回是，来。对，团住，他走这个。对，进冲，高效率的攻击这两颗子都没有选择这个八二子头，尖冲白棋是贴，这个二指头其实也是一步棋，不过现在 AI 时代的话，不太推荐这么缓的下法，尤其是小飞手脚这个尖都是冲，下的比较积极。其实尖冲的话，现在是大家敢下了，尤其是 AlphaGo 那时候第一次和李世石下对抗的时候，他在五路都尖冲嘛。是。但之前的话，其实人类棋手对于这个尖冲还是很慎重的。对，一个是五路尖冲，结果也罕见。然后呢，一般像这类的尖冲也有各方面的顾忌，是，比如说这个图形，黑的尖冲顾忌什么地方呢？就下边，下边你帮白棋顺势下后了，这个地方你究竟就是说便宜不便宜，或者说白的是不是还有出众的可能性？这两个字，你比如说走这么大，在你自身已经是对。帮白棋加强的同时，你自己够不够强大？这个要经过很多的计算判断。是，毕竟这尖冲被白棋这对，贴完之后，对角上围控来说会更有帮助，会是，更坚固。对。然后你不是你这个字，我如果出来蹦你出来，怎么样？这个你计算的量很多。是，那当然，现在是电脑它比较快，算的比较快。他可能推出的第一点也一选位，也许是这是，个。好，实战实战杨是鼎尖新冲是下来照了。白棋贴起来。黑棋就跳，跳这个，然后白棋飞，这步飞挺大的，这个头，对，是，就是有了这个力，这个飞就是一步非常好的一个点。然后黑棋是打入，这个是各下各的，这个是各下各的，这个确实也是人工智能的下法。这白棋再加这个，像曹老师说的，各下各的，对。再加这个，这个加，确实我是很难理解他们的关系。加，因为加，本来刚刚曹老师说这两颗子还有动出的可能嘛，这一对，加是不是基本上就放弃了？他就是想动呗，还是想动，还是想动？但是可能计算上出现了什么失误，因为黑色这个能成立，他实际上就这么下的，然后冲下去，对，冲下去，白棋是实战加了一下，然后挖，对，加了一下，黑棋立，然然后后白白棋棋有挖，个挖，黑棋叫吃。白粘棋上，接上，黑的爬过。黑棋拐回去，然后黑的是，白的是打吃一下。白棋打一下，打完搬下去，打完之后搬这个，这个是，这个有没有一点亏呢？
翻这个，黑棋它是是作打。为一个弃子了，对。嗯。曹老师，白色这些下法是不是为攻击这个子做铺垫？就这边走一些先手。但是它损的有点多，哦，好像，目数上损失有对，点多，它是就尖粘上上，了，嗯，粘上，对，然后白棋这个拐，拐这个，它是准备就这么大吃这个子，对，不过黑棋这个很厉害，但嗯。之前的话，它也不可能交换掉。交换的这一代目数是好一些，但是是，也不一定啊。就是说，他也可能进来啊。就是，但是这一代全走干净了，黑棋活得太清楚了。这一棋以后，他还是想着要立的，来破你的眼。对，这里边是一只眼，这对，样，稍微遥远一点，因为上边你这几个子还没跑出去。他保留了这个变化呢，让黑棋有了这个想法，爬一个。爬一个白棋扳扳住，住，然后黑黑棋的还再能一加夹，哦，啊，这一夹让白棋很痛苦。痛苦，对，这夹的话，这白棋也只能粘上对，这差个不多棋是形这样。啊，哦。那将来因为顶的话，你看一顶一扳就马上就出棋了，所以是，基本上也是这那样。如果粘在这里，很明显这三三就出对对，现了一个活棋肯了。定了，各种的棋啊，对。加着的话，就算我以后从这边来深耕的时候，这两个交换黑的也没有亏的理由的。不过这棋我老觉得这棋很大，为什么双方好像都看着这个很小似的？就把这个吃了，吃难就道直接不吃大掉吗？啊！简明吃掉，你白把棋这把怎么这个吃掉。样？那这里边应该还有棋吧？小尖一个，小尖比较苦了，因为我这个是先手扳，这个棋挺大的，我觉得。是很厚，什么？他实战是走这对，个，实战是把这个又煎出来了啊，完全是不怕往下跳，力量很大。啊，力量非常大，然后又压出来，压出来。那现在白的这个就非出动不可了。走完这个它很有好处的，它这可以立下来。如果这跑出去的话，跑出去它这可以立。力，你这个没活啊？对，力的话，黑棋也只能小尖，对。然后白棋是啊，对呀，搬一下，啊，我可以铺一个，这是种，可以铺，哦，这黑气很紧啊，对，铺的话黑的只能粘，然后再拐，是，对，但是其实这个你要跑出去，实战是贴，他贴了，实际对，上就这个时候贴最。了上去，上一手其实黑棋在这里压，现在白的压出去，当然黑的是要跳，跳出去，白的是靠，这个角势有点乱。然后黑棋是挖，打吃，接上，粘上，粘上，白棋粘上。这长，这现在形势很复杂，这里嵌了一块死棋，白棋先动手，里边是一只眼。其实他好像还有一点苦肉计的想法，他这个先断一个，打吃一个，当然很亏，就不理了，是不是就活了？苦肉计。这个要是，啊，对，就这是。个局部，我们外边先不看，就是不过你这个地方不能先挡啊，先挡的话我一扑，你就有问题了，你得先打吃，先断再打吃，那不过断这的棋时呢候，是要他立完之后才这样，不立的话呢，对，不您立的话你还不能走，断的时候，白的可以先扑一下。扑的话。哦，我可以扑，接哦，吗？扑还是粘？不，哦，对。你什么都不下，你叫这时候我扑这个，你要接上我就不利了。这个地方是没利，对对对，有小尖，那不利呢？他黑的应该补回去，可是，
这地方是这个关系。好，我们看它的看实实战，实战，战可能那边以后也会定型的，实战是跳，跳，向中央出头。然后黑棋冲断，双方都下得很紧凑，很紧凑，丝毫不让，打一个虎一个，对，这个。互不退让，白棋是虎在这儿，对，白棋这地方基本上有半个眼了。是，那曹老师，这个棋黑棋如果后手补一，就补回去，让白棋跑出去，黑棋是不太满意的，是吧？这个局面，也不一定。那黑棋也有所收获，不过我是觉得这个不下，压住比较好。那样就更简明，对。实战黑棋是继续小尖，小尖在这里。他交换了意思，比如说他走这个时候，他再补回去也是挺好的。这个时候是，就迟迟不肯补回去。不补回去的话，他是这样，就一旦被白棋来动手的话，你这块棋不活的。现在断，你来不及了。现在断，现在断。现在断有什么？啊，也来得及是吧？现在断倒是好棋，是这样吗？现在断。现在断很可怕。不一定，来不及是吧？这个强调这个断是希望白棋打吃，我在黑叫棋吃，这个叫吃变成先手。对，然后我再建筑这里，白棋提然在后黑建的筑建筑这这儿。里，你破这个我接这个，这尾巴是不要了，只是苦对，了计，当然也不能破这个，破这个我接上，就我，确保这只眼目前这个对，棋形已经做出来了，是，这样这只眼就活了。那暂时不那下这个也，时候断。这是活棋是吗？有点复杂，现在有点看不不清，没看不太清。这白棋不理黑棋，我把这个吃了呢。吃，反正我先叫吃一个总不亏吧？这两个交换，叫吃一下。主要叫这里，我叫吃你叫那这走这个，那白的是不是可以尖一个？接一个，尖，他走提两一只眼。哦，那我还是不走好，这个意思。我单扳，单扳我也吃。吃了白就会扑，转弯，黑的可能是不是还是先捡这个？还是捡捡这个？看不清楚，在大棋盘上看不太，算不太清。就总之，是有这个棋。就是你立的时候，我有这个断。对，那这里边，所以黑棋不担心死活问对，题，所以它是连续脱线。不是，死活问题应该是不担心是活的。不过你这个攻击，你也是有问题的，黑棋也不好处理。是。实际上我们看他的实战的进程，他是小尖出头。对，黑棋贴了一个，黑棋先贴，白棋长，黑棋呢这边又补了一个，提了一下，对，提了一个，补了一个，那感觉白棋，还满意，对，白棋挺顺畅的走出来。对，黑的又回到这边，那要走的话，我怎么也想撑一刀吧，哈，想往这撑一刀，这手棋挺大，外围的厚薄有关系，你要接。其实你损眼了吧，不一定一定敢接吧，这个接，就算你敢接，你起码你也不敢冲了吧，冲就算我出来，你也没意思。是。挑，我觉得这黑色应该开能站的，是。这提有点缓了，这个是杨鼎新喜欢的一种厚实的棋形。先把自己走后，对，然后他把它封上。对，就靠住，来靠了，我们住，看他这实战是怎么定型的。对，靠这个，然后白棋是立，
接下来黑棋确实用了这个段，对，断了一角吃、这个段啊、哦，那跟我们刚才判断一样，这有个段，白棋打吃，然后黑棋打一下，还这里边这是活棋，对，打一下，提，尖住，尖住，搬一个，搬掉了吗？哦，没有搬，不是，白棋先走了一个点。白先点了一个，白棋点后手，对，点在这儿，点后手是吧？点的时候黑棋没走，但是他有断，你还生不活，对吧？断了你这个不是也？对，点的时候黑棋没走，黑棋走了一个这个，是不是觉得这是先手威胁一下白棋这块棋？威胁这个地方的也，然后白棋搬一下。然后去吃，然后小尖，就这个，然后爬，提挡，这个棋挡什么情况？靠这个，为什么呀？在靠？靠这个？没看懂啊。这块威胁这块棋，不是，当然有一点我看懂了，你要搬的时候我就搬这个就可以了。但这个人家肯定不会往这里赢啊。这有点脱离主战场，第一感就是脱离了主战场。对，靠的时候，白棋搬出来，这个段就先放在这儿，双方都放在这里。不，没有，马上就断了。他现在一走这个他就断进去了。搬一下黑棋呢这边搬。然后白棋马上就断上去了。断了这就算死啊。这个断的这个是个假眼，这个是个真眼、这是个假眼啊。这怎么这里能冲出来。冲他退，再冲他能退。对。这个搬了以后再冲，我知道是虎口，断这个我就跟你打了跳下去。气不够。那这个断黑棋就气掉了。这一大块，这个好可怕，这个不对啊，这个黑棋，这气掉了，太大方了吧？对，这不光目数的问题，这白棋整体都厚了。是不是有误算啊？这个没有的，不知道，这没有这个搬，就吃了一个这个。对这个，然后白棋还是先手吃，因为这个尖是先手。尖，尖黑棋二路飞，二路飞。飞这儿，然后白棋这边冲一下，这个冲一下，这个应该是白棋的权利了。冲一下，提掉。然后黑的只能以这个做大这块空为正胜负的，作为正胜负的资本了。接下来白棋这步棋也够狠的，太直接深入对方，这个是太腹部，这是准备全掏啊，对，从下到上。这个应该是必然的。二。这个可能还不够充分。下面可能还偷啊什么，还有眼。不过对黑棒来说是就只能吃了，只能吃一条路。往外边走，怎么样？大跳，对，实际上是这么下的。外边走了一步才下来这里。没对。他扑了一个。扑了一个。这扑一个是读秒了吗？他也好的。铺一个粘上，官职它也便宜，也便宜的。铺粘上，然后就跳出去。这个是可能作为黑棋来说，可能不能容忍，这个也活了，这两个字也活，这个就没胜负了。我觉得这地方黑的下的很奇怪哦。怎么突然就被断进去，就都死掉了？这好大，一二三四五六七十四亩，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十几亩，三十亩墙啊，被吃了，这个太大了。对，白棋是飞住，我们就看，白棋这地方如何处理好他的钩子，这他虎。这样还行啊，这个棋。
往起跳，跳下冲，实战就这么下的。我们是不是几乎要和实战同步了？飞刺粘上，然后跳出去。黑棋扎一针，刺一下，刺一下。小范下的很强是吧？他只是尖一下，这是啥意思啊？做眼型，就有一些先手。白棋是白棋见黑棋打在这里，打在这儿，黑棋就白就长，贴着就提掉。就提掉。这便宜吗？这走完之后，接下来就团眼了，就团一个眼，就得做活。这已经活了吗？有点可怕，是往这活的，那么委屈吗？就地做活。黑棋冲，不活耶。这样就粘上。他急。挤是白棋尖，局部已经是不是已经活了？差不多已经活了，是。尖的时候，黑棋现在爬了一个。这个爬是先手。奇怪，不大会往这想，这个。杨鼎新下得很强啊，他是爬回去渡过，你就没眼，对吧？然后他是靠这个顶。顶。顶黑棋是挡上。对。然后白棋先把这块活了，做眼。黑棋是渡过。走过白棋尖，挡，然后做眼，做眼，这个那个应该是活了。你走这个，我就把这个眼做出来。做眼，全活不能全，还是这个现在形势还是这样，不能全活吧？做眼，做眼，曹老师，这个将来点进去里面是什么？这个打刺打刺一万，自己都没活吗？先团一下呢，先团，白棋团，先团白棋搬粘，白棋立，白棋立，不是搬粘，搬粘我就没袜了，我要立，对对，还是立完可以打刺一万，对，有袜，这个你补，那这局部已经活了，活了。那这块棋活了，这接下来黑棋就只能吃这一块了。对，黑棋吃这一块，肯定这块要吃不掉，就什么也没剩了。那肯定啊。就这块还是有点机会的。这两个字。然后黑棋是先点了一下，先点跟拐做了一个交换，然后二路开始收根，开始点。对，一般的走这个不够，引位上不够。他要走在这里。对，这是最狠的一种收根。好，走这个。这可以，这黑棋下得很好。黑棋爬，不活呀。爬一个。爬的时候。白棋下哪了？白棋是挡，拐，拐出来这个，对，挡黑棋粘上，棋粘上，白棋扑，
皮，然后叫要吃。吃，这里有一个粘的时候，这块棋就不活了啊，就多了一个点，所以白棋这补了一手，补了一手黑棋，接下来把白棋分段，然后继续跳。这个白的下的也挺好的，就是说，其实差不多已经活了呗。我这一提，然后再提，还是先手就已经四个眼了。所以说这地方白的已经活了。对，真是的，这儿。其实有没有可能性就不理呢？度过的时候，我这一打不就是活的吗？先把这连上，对，然后这边打劫。是。他现在落了个后手的话，他是可以走这个跳出白来。现在是拖，然后黑棋是搬，白棋二路虎，可以打吃打上去。哦，这棋就一局胜负了，哎，白棋是搬，很精彩啊，因把为这这个个。棋。你还是不能走这种的，是吧？总归有一个结。这样不一定够，吃掉。跳过，你还要，你吃我跳过。黑这棋这还里还得补一来不及判断，但是这棋我已经看见实战的下法，黑棋。太凶了，加这个，对，黑棋接上，加，藏进来，这行藏吗？进来，藏进来，接直接上，硬吃，一并，这个，这这个个，是啊，这个是要啊，这并个吃吃吗？的很狠的，并到这儿，减少最低的借用跟先手，另一个。他局部倒好像是不活，局他要部，走这个的话，怎么样这个也翻，是不活的。他还是提一个，哦，他可以先接一个嘛，接一个我渡过了可以。先接一个，因为这样他好像要活，这样你弄不住他已经活了，里边是双活，对，这样你搬，这个来不及走，这个我一拖，对，然后你要走这个我提，这个里边也是双活，是双活，所以黑棋接的这样时候，子。把白棋接的时候，黑棋直接度过。对，我们目前已经追上了这盘棋的进程，现在就是接黑棋度过，就下到这里。这个里边，感觉白棋是至少会有一个打劫，活棋。那肯定有。这地感方我可觉，以断在这儿，你接上，我吃这个，这是劫总是有的。白棋现在反冲，次序下的是不是很有必要性？先冲一下，有必要性，这个好像再黑的不冲一太下，行吧？冲黑他棋吃吃，这个，吃一个。他现在断一个，断一个，他实际上理论上他只有接。因为你不吃这个，我一吃就活了，一粒，他只有吃粒，这接吗？这里边是什么？叫吃，叫吃，那叫吃，黑棋，这黑棋黑的怎可么以办提，呀？黑的可以提，黑棋提，你提我再叫吃，复杂。那黑棋提的话，白棋长呢？
长是什么？你要把这树呢跟我撒气啊？长您是粘上吗？然后我断是先收，这边就冲回我粘去。这个，粘那个。您粘这个，那脚上那仨子，是活棋。活棋，那仨子是活那棋。你这可以有冲断，对，好像也是有问题的。哎呦，我们赶快看实战的下法，哎呦，这实战，太刺激了。对，实战断这个是黑的，是下的账，这个应该也是换汤不换药的，好像。然后白棋粘上，黑棋是粘上，白白棋棋继续吃。打吃，已经劫不归了，总是个劫。然后黑棋是吃这个，我这个棋也开的，感觉黑棋负担很重啊。提劫或者铺一个再提劫一样。天下大劫，提，这个是该本来是该白的提劫吗？对呀，那白棋就为是什么白没？棋提一个呀，白棋提一个黑的，在哪里找了个劫？找劫材，对，这里找个劫材，对，可能啊，漏了，对，白提劫黑尖了一下，接一下粘黑上，的，然后提，再提过来，提过来，现在白棋贴找劫贴，材，啊，这个棋刺激啊，它劫材又不够啊，贴长再贴还是劫材，还有两个劫材，眼看着就没了，这个也不能给，倒是。这没，这劫材还能打一打，贴的时候白棋肯定黑长呀，棋得长肯一定得截，长，然后白棋然后提，提劫，黑棋尖这个，尖这个。尖这个。接这个，让我看看，白棋这下面这个是不是也是劫？不是解，这不是劫，对，提粘提的先我一生般就搬是了，也打不中。这个断进来的话，这块棋没活了。是不是？所以还是要的，是吧？这个接不接？这个断接这块就不活，接上了。接上，一提起。白的一个扑是吧？扑有点损的。然后继续压，继续压，他在查黑，白棋找黑棋的下一个劫材在哪里啊？白棋是应该还有个劫，你看这个做活也许也是劫，这个解呢，曹老师，这是不是解？有可能对，就找这个劫因为可能白就棋是，这已经压进来了，黑棋其实吃的不是特别对。的大了。他就靠里边就行。我这个对靠夹，这没。对，靠里边可以，靠里边可以。好，提劫，黑棋下哪呢？黑棋，打这个。那都要，全要。全要的话，这边他有劫材可以找那么。但吃一粘两个，上，一两个或者两，哎呦，没走，没应，这棋没走。没走的话，倒是别的事没关系了，就只要能活就行了。我们看一下他就活，白棋应该是活的，是吧？对，然后黑棋把这个提了，可以把这个踢掉。
来一些活。打吃。这个打吃应该是绝对先手吧，这是不得粘上。虽然是个劫，但这个局部黑棋已经没有劫材了。啊，对。打吃，黑棋还没走。没了。结束了，哦，结束了已经。活了。黑棋粘上这白棋。白棋是活很多很多。啊，这个两个是先手，最蹦蹦的嘛，最蹦的了，这是。啊，然后这靠也是先手。然后这个总活了，下面总是一个眼。对，这底下还有先手。这是个眼，这是个眼，确实是这个。哎呀，这盘棋当中对杀的时候，好像黑的什么地方有误算。是，嗯，就这一带进行到这里的话，感觉黑棋还是很有机会的。形势很混乱。对，混乱。但是我们因为进程比较快啊，不知道这个中间没有办法仔细的摆，中间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对，这地方也没下好，下的味道是很坏，后来就是一个劫嘛。对，就这个劫棋可以打得很勉强。对，是的。那最终是白棋中盘获胜，就是这是最后一手棋打吃。他不离就提过去再吃，就是一个劫活。结果的话他也找不到劫材。是。其实这个白棋就赢了。好。那我们这盘棋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好的。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为您带来16强的另外一场比赛，一会儿见。天元围棋。